最佳分身奖，大飞吴志信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哥。哦，不，影帝先生，我会模仿他。他会多做的事情。你拿奖拿上瘾，对对对。谢谢，好紧张哦！没想到可以从这么多厉害的人手上夺走这个东西，谢谢。哇，是的，韦伯都没有试过模仿人哦。我有啊 ，Jason 哦，有办法吗？有办法吗？有办法吗？一二三号，一二三，有不到 man， 我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两位是有带来一段合作的表演。是，您算了，还是黄渤好了。等一下，带来一个表演。等一下，你们有合作表演是吗？有，跟天王表演。对，很开心哎。哇，会紧张吗？很紧张。好，那可以开始了。赶快来看一下啊。武王同台飙舞技，韩庚玉凯蒂也只能甘拜下风。像是失去相机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静止。Why I love you so， 每秒钟胆战心惊，迎接你给的奇迹，用一种不同的 love I want you girl。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是你无法坚定的魔术。 So baby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当心最近你是被征服。 Crazy around you 一起疯狂的唱了 Do 当你 crazy around you Crazy around you。哎呦，你是谁？我是潘玮柏啊。我也是潘玮柏啊。你怎么可以是潘玮柏？我真的是潘玮柏。你是周汤豪。我是 Nick 的 Real 周汤豪。不是，我是潘玮柏。不可能是潘玮柏。我真的是，不然我跟你讲，讲潘玮柏的名字，现场会尖叫。那我先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你试试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。换你。我就先不讲，没关系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认识很多人，例如。夺魂剧，该不会是沙皮狗吧？没错，所以我是潘玮柏。你不可能潘玮柏，我是潘玮柏，那不是人类。那你会人类吗？我当然会人类。好，那你来一个。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Dennis， 欢迎收听。哇，我是现在 Smooth on B。DJ Dennis， 啊，不错。那你还有别人吗？还有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，盖世英雄造人，这跟 DJ Danny 是有什么不同？我觉得蛮不一样的。在骗我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好，怎么证明我们谁是真的潘玮柏？我马上去后面找另外一个朋友出来证明你是不是？好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小朋友们，说到这里，我们要叫 One Two Three Here We Go。你的生命都牵动我了，现在的我们像快乐崇拜，放下了爱你的牵动我了，全来迎接每个快乐的时代。快来到
底属于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当真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影，会背诵好放松。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经历什么样的风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着 Old School Show， 要 Ready to Roll。七零年代，你风过我最嗨 ，Disco， 我从来不跟谁个伴。自由放不放，在那酷男的女，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抱在桌子往春风。左摇把上下一直升空后，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我，我是黑色幽默。忘了你存在，不想再期待，爱过你，那期待已经来。不期待我今天，不如能想到现在，快乐不承认，紧紧张开。Come on， 想念的时间过去了。Hey everybody。是吧？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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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张韶涵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证明你是，因为你唱得太好了。谢谢大家。那韦伯讲一下，你觉得他学你有抓到你的精髓吗？就是还蛮不像的。但我刚才看的时候，就是还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。我想说可以单独看韦伯自己表演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想会舒服多一些。看帅哥表演歌舞，所以如果要是刚好有一首24比例可以唱一下，就太完美了，可以吗？新专辑就到24个比例。好，那就欢迎潘玮柏带这首歌曲24个比例。他是我，我是他，我是你，我是我，那我是谁？他是我，你是我，那我，我是他，我是我，那你是谁？细胞正在蠢蠢欲动，不知明明我们在一度空间里与时间转动，这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，不小心的请你小心，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。身体在我发现我却不是唯一，个体都在分离，其实几个绝对就在我心底，说什么是黄金比例，他们分明喜欢角力，不可能总体共存成为唯一的集体。我有个秘密，藏在我的心里，当存在毫不相信，不知谁先设的陷阱，请不要告密。我随时会爆发，你看的是我，但你看的并不是我，你面对就是我，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。在这明亮目光在一度空间里与瞬间转动，让这月光全都注视着我，不再心的请你小心，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。我到底是谁？谢谢潘玮柏最新专辑《24个比例》。是的，那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颁发的奖项呢，叫做是《不可思议模仿奖》。想当初我第一次听俊英唱那个 Vitas 的时候，我真的有被吓到，因为那个我上去嘞！Oh my god！ 你怎么上去的？我好强哦！我就说我在魔王大道学到很多啊！你可以再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。好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要有请我们的颁奖人台哥，欢迎。有请台志源。我们金花戏的，这个有的人呢、生下来呢天生丽质，天生就是大明星。但是有些人呢，生下来以后歪瓜裂枣，后来靠着模仿也成为大明星。所以，明星不管是与生俱来，
或者是靠着模仿，他都有一天会成为梦想的实现者。现在我就要颁发不可思议的模仿者，入围的有